大家好，我们下面表演的是女生二重唱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，这个是我和我妈妈合作的节目，然后呢由我女儿把它合成的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在各自的家里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这是我们祖孙三代献给大家的节目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在这个寂寞的日子里，能够过得愉快。Yeah.